Andy 是一间中式餐厅老雪丸的老板。为了帮助业务增长和扩大营运效益，他习惯利用饱腹的 POS 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，理解顾客的习惯和需求，并且定期进行一些市场推广，令品牌有更加多人认识，增加客源。最近他就运用了 Musclefy 的优惠券平台，用来创建、分发和管理餐厅优惠券，进行一连串节日推广活动，等他的熟客可以用一个更低的价钱来临消费，还介绍更多朋友帮衬。 Hi Jackie， 我刚刚上网在 Facebook 见到老雪丸做紧中秋节优惠啊，可以用70元优惠价买100元的现金券去享用晚餐，不如我们就今个星期六晚一起去铜锣湾老雪丸试下他们的新菜式啊。好啊 Sammy， 星期六见。星期六晚上， Sammy 和 Jackie 开心吃完晚饭后，给钱的时候，他打开电话储存的数码优惠券，给服务员扫描一下，就随即完成交易。这种新的科技应用令到餐厅老板 Andy 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技术或者装备，可以很快地推出市场，应用在日常餐厅营运，效果理想，生意蒸蒸日上。如果你认为这个方案都适合你的餐厅，不妨联络我们的客户服务，等我们帮你吧。